快问快答原神篇第一题，请问提瓦特跑得最快的是谁？我先来，跑得最快的应该是夜兰吧，一技能大幅度提升移速，一命就可以解锁全程不减速的跑图，真的无敌。不行不行，要说快还得是伞兵，地形算啥，我直接左脚踩右脚原地起飞，妥妥的大世界 T0 好吧。跑得快，再快有旅行者快吗？直接 TP 传送锚点，一秒钟就摸得到须弥。题，请问原神中哪个角色最有钱？最有钱的那必须是我们的璃月富婆凝光了，不仅是璃月七星之首，而且还掌握着核武器，一言不合直接给你天动万象，你服不服？要我说啊，最有钱的还得是凯瑟琳，咱们每天去冒险家协会领工资，发了这么久都不见破产 ，YYDS。嘿嘿，要说有钱，我知道，吃喝玩乐从来不用愁，嘿，样样不缺我就有钱。既然有钱的我们说过了，那最后一题，请说出原神中最穷的角色是谁？我觉得最穷的应该是穆娜吧，钱都拿去研究星象，花的比赚的多，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你不说钟离，我不是很认可。不仅身无分文，无所事事，还到处吃霸王餐。他不是最穷，谁最穷？啊，最穷的难道不是旅行者吗？摩拉摩拉存不住，原石原石也没有，就连月卡都充不起。嗯，你说啥？说的就是你。